离赛季结束就剩一个月了，五排怎么一天上五十个星？常见的上分车队一共有四种，分别为速推车、阿古多体系车、养猪车以及手法车。其中速推车速度最快，但上限最低，平均4到6分钟就能结束，但只能打现在王者30星以下的局。而阿古多体系车和养猪车是最常见的，推的速度阿古多会偏快一点，一般在6分钟到8分钟左右，养猪车固定在8分钟左右。这两个的上限养猪会更高一点，剩下一个就是手法车了，平均12分钟一把。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高手，不屑一顾打这种体系，以打表现分的居多。厉害的手法车基本上都会破前面的三种打法。我们工作室呢，主要就是以阿古多体系车为主，经常的一天都能上50多个星，不过也非常累，通常一天都要打10几个小时。所以除非你是特别急，不然都是安排一天半打完。